我是永忠。这台 S2000 呢，陪伴我将近6年的时间。我从开始玩车就一直很喜欢这台车。那我会买这台车也是因为我的好朋友小罗，因为他一直都知道我很喜欢这台车，之后他就帮我找了一台粉红色的。那粉红色自然我也是不敢开出门，所以我想说刚好看到一台 M4 芥末黄，那我看到这个芥末黄我就蛮喜欢，我就把它烤成芥末黄这个颜色，然后玩出自己的风格。所以黄金圣斗士的由来是这样来的。这台 S2000 呢，让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，那这当中也包括了小罗。那小罗是我在人生中非常重要的好朋友，那我也是因为他才接触这台 S2000。那这当中也认识了很多摄影师，玩 JDN 的朋友，然后爱跑山的朋友。那前几年小罗过世了，所以我想说把它改成跟他车一模一样的样子，那我就把方棍龙跟赛车椅都改装上去，那把原本的芥末黄改成黄色，哦，就是为了要纪念他，然后因为他对我来说意义非常重大。那这台车我已经拥有了6年，那这车龄也其实也19年了，所以一般保养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那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就是 S2000 属于高转引擎，长时间高转的话，引擎波丝比较容易受损、磨损。对，那所以说我去年就把引擎拆下来，因为毕竟它已经20万了。引擎的部分我有把它拆下来之后，我把它改成凸顶活塞跟那个高角度凸轮轴，然后其他曲轴跟波丝把它换成新的布品。对，所以现在鞋马力大概293匹。其实最重要的状况就是如果 S2000 要等料的话，它可能都要好几个月，运气好你可能做空运可能一个月就回来，那如果你要海运的话都要2-3个月。那基本上 S2000 这台它蛮多通病的，像方向盘它容易会有感应器的问题，因为它是电子方向盘，这个坏掉的话它方向盘会变很重，没办法开。对，所以这个问题会对 S2000 来讲比较困扰。改装的话，其实我们以外观来讲，保杆跟定风翼都是 Vortex 的，然后尾翼也是 Vortex， 那圈的话是 C28N， 是 Rise 的哦，然后引擎盖是 JS 的。那如果内装的话，就是 Cusco 的防滚笼，然后2张 Recaro RSG， 然后方向盘是 Momo 的，对，然后排挡头我也换成泰的排挡头。那其实基本上 S2000 算日系车来说算很好养啦，所以基本上都是在改装啦。这台车毕竟也陪伴我6年了，但因为最近家里的关系必须要支出一些费用，所以就不得不出售这台车。那因为前阵子才把引擎改好，所以其实卖掉我也很不舍，因为这台车让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，那希望下一任车主可以好好爱护它，因为毕竟它是一台非常经典又有驾驶乐趣的车，那希望你可以把这台 S2000 的精神能延续下去。